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国王赐予高压喷水机支持抗洪救灾工作，总理监督向清莱府受洪水影响的居民运送救援物资，洪水继续影响6个府治。商业部长邀请英国前来投资，深化两国贸易合作。内政部行政厅为25日发放10,000泰铢的现金做好准备。政府正考虑对公务员工资和福利进行改革。世界太空展览12月16日曼谷登场。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王赐予高压喷水机支持抗洪救灾工作。泰国皇家武装部队部署了100架由国王陛下赐予的高压喷水机，以支持正在进行的抗洪救灾工作。泰国皇家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宋玉上将日前视察了受洪水影响的地区，监督设备的部署。这些设备用于清除狭窄街道和居民区的泥土和沉积物。皇家的捐款受到了居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对国王陛下的支持表示感谢。官员们表示，这些设备在加快清理工作和恢复受影响社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理监督向清莱府受水灾影响的居民运送救援物资，作为解决严重洪水后果的持续努力的部分。总理派通丹女士监督了向清莱府受洪水影响的居民运送救援物资的情况。在廊曼区第二军用机场，总理带领官员通过泰国皇家空军飞机运送适应部门捐赠的必需品和清洁设备。这次行动涉及了主要政府和军事人员，旨在为仍然应对洪水影响的人们提供立即的援助。总理介绍，受灾最严重地区正在进行废墟清理工作，泥浆水位已达到2米，来自军队和政府机构的团队正在重点清理主要道路，以方便进入居民区，以进一步展开清理工作。还有一个优先事务是在泥浆变硬之前疏通排水系统。当局已经开始对洪水受害者予以赔偿，并根据现有标准支付初步款项。政府正在审查损失的评估，并考虑进行调整，以增加对遭受重大损失的人的赔偿。计划下个星期召开全国福影会议，以确保更新后的补偿规则得到有效的实施，资金迅速到达受影响的家庭手中。佩通滩总理谈到对适应公司收取土壤清除费用的担忧，并指出，虽然政府没有参与这些活动，但是适应部门在救灾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洪水继续影响6个府治。防灾减灾厅23日报告，洪水继续影响6个府治，影响超过18000个家庭，
金来南邦彭士洛南开那宽普隆和大城府等府治仍然被淹没，27个县和130个分区受到破坏。据防灾减灾厅称，泰国北部和东北部湄公河的水位普遍下降，但是乌汶府除外，该地区的水位上涨了47厘米。尽管水位上升，但水位仍然低于临界水位。在乌汶府的空腔区，河流低于河岸55厘米，那昆普隆府低于河岸1米，以及木拉罕府低于河岸1.41米。泰国气象部门已向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出大雨警告。尽管西南季风正在减弱，但建议居民保持警惕，特别是在容易发生山洪和森林径流的地区。与此同时，国家水资源办公室已确定清迈、曼谷和德纳福等22个府治仍然面临进一步洪水的风险，促使地方当局对潜在的紧急情况保持警惕。商业部长邀请英国前的投资，深化两国贸易合作。泰国政府致力于不断推动泰国英国关系的发展。英国脱欧后成立了泰英联合经贸委员会，成为两国高层积极谈判的官方论坛。近日，泰国商业部长披塞在泰国驻伦敦大使馆举办的将泰英经济合作提升到新水平研讨会上致开幕词，表示很高兴继续保持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明年将迎来两国各领域合作170周年，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英国一直来是泰国的重要贸易伙伴。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7亿美元，创5年来最高水平。这一增长并非巧合，而是这两国之间的深度合作的体现。泰国政府致力于不断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英国脱欧后成立了泰英联合经济贸易委员会，是两国高层经济谈判的官方论坛，为扩大多领域合作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体现了双方加强策略伙伴关系的共同承诺。此外，双方签署增强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也达到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将有助于释放两国贸易关系的潜力，涵盖20多个领域，为两国未来自由贸易协定 FTA 谈判铺路，为企业开辟新机会。商业部长披塞强调，泰国政府的经济愿景旨在将泰国打造为全球旅游、医疗、农业和创新中心。英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一个透过谈判打开新途径的重要合作机会。准备邀请英国企业投资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和路桥计划。内政部行政厅为25日发放10,000泰铢的现金做好准备。内政部行政厅日前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以确保根据政府福利计划，有效地向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士发放10,000泰铢的现金。会议于23日举行，会议上向府级和县级官员介绍如何帮助面临挑战的受助人，例如卧床不起和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内政部行政厅代理厅长立可卫向各府府尹发出通知，敦促参与福利支付的官员参加电话会议。会议重点是确保残疾人这第一批获得付款的群体能够顺利获得资金。财政部宣布1450万国家福利卡持有者和残疾人从本月25日起开始收到10,000铢的付款。那些通过 PromptPay 与身份证相联系的银行账户的人应该可以顺利收到这笔资金。对于那些没有银行账户或者没有跟银行账户联系的人，官员将协助完成分配过程。
会议将提供指导方针，以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受益人及时收到付款。政府正在考虑对公务员工资和福利进行改革。由于成本上升使国家预算日益紧张，政府正在考虑对公务员工资和福利进行改革。审计厅、预算局和公务员委员会办公室正在讨论评估薪资结构和补偿的潜在变化。2023财政年度，政府在工资、养老金和相关人事费用方面的支出总计8180亿铢，较上年月有增长。一个主要问题是公务员每年的医疗费用约为1000亿铢。随着泰国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费用上升，政府也在评估养老金的长期影响。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金也在增长。当局正在探索控制这些成本的方法，包括价格谈判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潜在上限。过去6年，公务员的工资基数没有调整，但人数略有增加。2022财政年度达到150万人。2023政府人员福利支出增加了 7.6%， 增加了预算压力。政府正在考虑诸如将公务员薪酬与私营部门挂钩，或者采用私营部门式的薪酬模式等选择。2023财政年度包括了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在内的公共福利支出增加到3980亿铢，比上年增长 7.4%。 随着讨论的继续，政府正在权衡其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快速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亚洲太空展12月16日在曼谷登场。亚洲首届太空展将于曼谷展出，届时将展出逾600多个航天器零件。整个展览长达4个月，预计参展人数达30万。泰国航天工业价值有机会在10年内达到1000亿铢。根据 INDEC 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江干表示， INDEC 与皮拉布里集团合作进行一项重大的投资，招来世界级的曼谷太空之旅展览活动，这是首次在泰国乃至亚洲地区举办。整个展会长达4个月的时间。之所以招来航空展进入泰国，是希望共同发扬光大，激励年轻一代和普通人群。展会期间将介绍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内的10个虚拟展厅，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和前苏联在内的600多个经过实际使用的航天器零件和稀有模型。引进该项目到泰国的投资非常高，从国外运来的各种设备，其海运费比正常高出了3倍，因为运输必须避开目前正在冲突地区的路线。据估计，曼谷太空之旅于今年12月16日至明年4月16日在 BATEC 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举行，整个展期4个月，估计将吸引包括泰国人和外国人在内的30万人入场参观，其中泰国观众占 70%， 外国观众占 30%， 特别是学生团体。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